悲欢离合，月游阴晴圆缺，直视古难全，但愿人长觉，千里共长全真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中秋节快乐。虽然远在万里之遥的喀麦隆无法陪伴在祖国和亲人的身边，但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。请祖国和亲人们放心，疫情之下我们一路走来，每一步都走得铿锵有力，坚定执着，我们一定不辱使命，克服困难，在喀麦隆救死扶伤，不忘初心，守护当地百姓健康，圆满完成员外医疗任务。